雄仁武宫庙绕境，突然有信众挥拳打人。被打男子痛苦蹲在地上，旁人帮忙查看，打电话叫救护车。他的脖子满是鲜血，旁边这些人又开始动手。多人围殴一人，男子被打到脚步站不稳，两只手更被拉住。自流嘛，可能就是可能之前有口角，可能李家公公的大概就年轻人嘛。发生在周六，冲突地点就在高雄仁武区这处巷弄，公庙绕境起口角引发冲突，活动从白天到黑夜，住户抱怨连连。我打到那个玻璃一直在震动啊，震到我都不知道是余震还是那个是他们在外面吵啊。绕境的当中与他人有口角纠纷，而进而引起对方不悦，将他殴打。警方根据打架影片以及就医记录展开调查，锁定五人动手。公庙绕境阵头因为口角冲突，无打一。虽然被害人事后不愿意提告，警方仍以妨害秩序罪移送侦办。三署修任后，洪淑珠高雄报道。